好了都是放哪儿的？我没事，不用紧张，可以把这汁儿掉下去。这个有你的，就是店里。然后，哎呀，你有烤鸭今天。不是这个什么豆角丝怎么切这么大呀？我一会儿要给他一个差评。哎，这不是鸡汤吗？就这样子。你怎么又拔出猪脚了？怎么了？你这么包子不就露馅儿了吗？一会儿。吃的麻辣烫。端着手机让你来搅和搅和。没事。嗯，紫甘蓝，很好吃。哦。Chinese vinegar， 我先试一点点。你这么爱吃中国的。